丁香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丁香为了你，差点就没命。我不准你再以任何理由接近他。哎呀，梁兄，你别紧张，我跟丁香已经没事了。你没事，我有事。啊？我不能看着丁香在受你玩弄了。梁山伯，我们真的没事了。你看我，现在不是很快乐吗？丁香，你听我的劝告，祝英台不是你能托付终身的人，你要想清楚。 你是我的结拜兄弟耶，怎么可以这么说我？我有这么差吗？贤弟是我直言，对男人来说你是个好兄弟，但对女儿而言，你不是个好男人。嗯，的确，祝英台她不是个好男人，也就是因为我看清这一点，所以既然不能跟她结为连理，不如来个兄妹相称吧。嗯，啊，兄妹相称。 没错，就好像我们两个人结拜的关系一样，这样你放心了吧？嗯，真的吗？我有点不相信。好吧，那我就上吊好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我相信你们，相信你们。从情人到兄妹，这之间的转折未免也太大了吧？好了好了，梁兄，别再嘟嘟囔囔了。你记不记得陆秉章离开几天了？今天是第三天了。嗯，也就是说。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陆秉章今天就会带如意回来了。啊，梁山伯，陆秉章如意的事情，我爹跟娘知不知道？我怎么敢说啊？师母把房子借给如意，结果就发生了这种事。现在就等着陆秉章把如意带回来。那万一他们不回来的话，怎么办啊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陆秉章跟如意一定会回来的。哎，不不不，丁香说的对。 啊，我们要有陆秉章出事的准备。贤弟，我刚想过了，万一他们今天没回来的话，我准备明天叫四九去朝阳府跑一趟。哎哎，官爷，请问一下，这朝阳府的府衙在哪里？你是要看那潘大嫂开审是不是啊？快走吧，就要开始了，我那边走。那边走，走。 把人犯押上来。不行。
你可知你身犯何罪？哼！人犯陆秉章，持凶燕闯官府，摸刺朝廷命官，罪不可赦。官府判你死罪，你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战立决！ 谋刺潘太守，被判斩首。啊！梁占卜，你确定如意是被潘太守带走的？一定是的，否则陆秉章是不会谋刺潘太守的。 哎呀，你们这些孩子，当初如意被抓走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我们以为只要陆秉章把如意带回来就没事了，谁晓得会变成今天这样。以为，哎呀，陆秉章也真是的，跟官府作对，这不是跟自己找麻烦吗？现在好了，连命都赔上了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想办法解决才是首要之务。 是啊，爹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啊！哎呀，怎么救啊？都已经判斩首了。梁山伯，祝英台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师母，我跟梁山伯准备到朝阳府去探视陆秉章，看看情形怎么样再说。嗯，是应该去。怎么办？你们马上启程，我跟你老师会设法找他在京城任官的学生想办法。相公，你说怎么样？找谁啊？ 这可算掌柜，跟老小姐关系，我都已打电话好了。好，放下行李，我们马上去找他。麻烦大家，这是一点小意思。哎，我还准备了一些酒菜，待会喝一杯吧。 陆秉章，陆秉章，陆哥，林涛，山伯，你怎么知道我在家？你要我们等你三天，我们等不到你，只好叫四九来探探。想不到事情会变得这么糟。陆秉章，你怎么全身都是伤啊？
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你，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啊？这样伤痛深深，比不上我失去如意的痛。如意她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对啊，如意知道你出事了吗？她现在人在哪里？他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如意的他死了？如意不敢去救潘大少，被姓潘的狗贼给活活逼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一切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你们才刚刚办完喜事，怎么一转眼就天人永隔了？我现在已经被判极刑了，我走后希望你们把我和如意合葬在一块，我和他这辈子爱得太辛苦了，竟然活得没有结局，希望你们帮帮我，让我死后能够永远和如意在一起。陆平章，我不准你说这种话，如意她已经死了，我不要再看你离开我们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来的。老师去京城找他当大官的学生赵中书，过两天就有消息了。我现在为谁而活？如意不在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要是谁铁力阻挡我，我早就一头撞死，跟如意一起走了。不，这不是我认识的你，你不能这样子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。没错，为了如意你要更坚强地活下去，否则如意的仇谁帮他报啊？如意就是我的生命，就是我报仇杀了姓潘的狗贼，那又怎么样？如意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陆秉忠，我好担心陆秉章，他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，他的意志太消沉了。如意的死给他很大的打击，他现在连生存的意念都没有了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。怎么救？劫囚啊？当然不是啊，只要等中书大人一到，陆秉章就有救了。我担心的是四九。他斩首何时执行？我问过老头了，老头说一般都是秋后问斩，可是陆秉章判的是斩立决，我看不出七天了。七天？糟糕，只剩四天了，万一中书大人来迟了，那陆秉章不是没得救了？到时候陆秉章身首异处，就算来了也没用啊。贤弟，你脑子比我们灵活，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想办法拖延时间。怎么拖呢？我看这样吧，我那里还有500两，先送给潘太守。俗话说得好，衙门八字开，无钱免进来，送礼也许可以拖一点时间。唉，这个时候潘太守是不会为钱所动的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好，就这么办。贤弟，这办法好吗？这是拖时间唯一的办法了。可是我不能让你独自去闯虎穴啊！要去，我们一起去。不行。谁在鸡鸣冤谷啊？官爷，我要伸冤。哦，哎，又是谁在击鼓鸣冤呢？啊！大人，小民祝英台有冤要伸。
有屁快放，别打搅本府睡午觉的时间。大人，小明的好友被奸人所害，如今七王夫被囚，因此小明特来申冤。哦，是谁这么大胆，居然敢在我的地方上乱来啊？那个奸人就是朝阳府郡太守潘大人。大胆！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朝阳府府衙，小明告的就是大人您。你，浪子！来人！是。给我拖下去打二十大板！是。哎，大人，请听我说，我是陆秉章在泥山书院的同窗好友。哦。哦，你是陆秉章的同窗啊。嗯，报上你的名来。祝英台。祝英台。祝英台啊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，居然敢跑到这里来告本府啊。快说出你的目的，否则本府绝不轻饶你。回大人，小明希望大人能放过陆秉章。哼，陆秉章身负重罪，已经被本府判了极刑，岂容你说放就放？那么陆秉章身犯何罪呢？他擅闯衙门，谋刺本府，该当死罪。事出必有因，陆秉章为什么要擅闯衙门谋刺大人呢？就是因为大人掳走他的妻子如意。小明认为如意在大人的手上，陆秉章就有天大的本领，也不敢谋刺大人呢。除非大人做了什么令人不耻的事，例如逼死如意，才会使得陆秉章狗急跳墙，在愤怒中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放肆！你凭什么说我逼死如意？哼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是陆秉章和如意的同窗好友，大人跟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，我是一清二楚。潘大人，你明知道如意是陆秉章的未婚妻，竟然派人到泥山掳走如意，并逼他致死。陆秉章寻妻不着，反遭大人诬陷，判了死罪。住嘴！住嘴！住嘴！你一介草民，居然跑到公堂上乱咬本府，还捏造故事混淆视听，本府今天非给你点教训不可！来人！是，给我拖下去打二十大板，押入大牢，听候发审。是。手下留情啊！你又是谁啊？小名梁山伯，乃祝英台的结拜兄弟，也是陆秉章的同窗。哦，这么说你们是一伙的。那正好，拖下去一并处理。是。哎，大人，如果不怕中书大人怪罪下来的话，竟可以像对付陆秉章一样对付我们。梁山伯，此事干中书大人什么事？当朝中书大人曾经是泥山书院夫子丁承庸的学生，潘大人要斩陆秉章，他身为老师，当然要请中书大人来关心他的学生喽。放肆！你们想拿中书大人来压我？哎，潘大人，您不做亏心事，何须怕中书大人呢？你给我打！是。啊！胖子，前面。放他吧，梁山伯、祝英台，本府念在你们和中书大人的关系，不与你们一般见识。至于陆秉章，此犯以裁量地刑，不容任何人质疑。退堂。吓死我了，差点就出不来了。别说是你，就连我自己都快吓掉半条命了。哼，我看呐，被吓坏的人啊，应该是潘太守。刚刚啊，一听中书大人的名号，哼，他吓得连屁都不敢吭一声了，草草退堂了事。那当然了，中书侍郎是镇四品的官，现在是皇上跟前的县纳谏臣，潘太守有再大的胆，也不敢跟他作对。我就是看准了这一点，所以才敢提着头去告他，
否则的话现在就进大牢陪陆秉章了。潘太守知道中书大人也在关心这件事，对陆秉章起码会收敛一点，不敢太造次。嗯，现在一切等中书大人来了，走吧。不到陆秉章的背后还有中书大人帮他撑腰，难怪梁山伯和祝英台这两个臭小子敢这么嚣张上门来挑衅。大人，你可认识这中书寺了？哎，朝廷官吏数万名，光是一个中书省就有200多人，我怎么知道这个中书大人是哪一个呢？大人，我看干脆让我把梁山伯和祝英台给杀了，以绝后患。哎，不行，这事已经闹到上头去了，中书省现在是当红的机构，权高位重，咱们可惹不起，最好是小心一点，别轻举妄动。可是大人，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啊，万一中书大人来了，吃亏可是我们。为今之计，就趁中书大人未到之前，我们抢先一步把陆秉章给斩了，到时候来个死无对证，任天皇老子也拿我们没办法。嗯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咱们可不能冒险啊。老面，大人，明儿就把陆秉章给我拖出去斩了。是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难道潘太守不怕中书大人吗？糟糕，一定是潘太守做贼心虚，想趁中书大人来之前先下手为强。梁兄，我们这步棋走错了。那你的意思是我们昨天告那一状反而害了陆秉章？恐怕是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中书大人又还没来，这是急死人了。哎，没想到这个潘太守比我想象的还要狠，我自以为聪明，反而害得陆秉章提早走上绝路。陆哥，你难受我了。陆哥，对不起，我们努力不够，反而逼得把时间提早。提早好啊，这样我可以早点见到如意。陆秉章，你不应该死的，你是冤枉的。陆哥，我们还有机会平反，只要中书大人在行刑前赶到，我们就……山伯，不要剥夺我和如意亲吻的机会。走后，你们要怎么平反都可以。看来我们再怎么说，你都听不进去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四九，把酒菜拿出来。陆公子，这是你最后一餐了，我们特别为你准备一些酒菜。最后一顿，就让我们兄弟三人好好喝一杯。陆公子，多喝一点，喝这一点，感觉就来不回头。陆秉章，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做的？只要你们不嫌麻烦，希望你们以后在每年的忌日，
到我和如意的坟上沏上三杯水酒，我就感激不尽。罗哥，我们是兄弟，怎么能说麻烦呢？你放心，我跟祝英台会在每年的今天到坟上为你们夫妻蒸蒸梦，拔拔杂草。不，千万别拔草，就任一群草生长，长得越茂密越好。因为那些草代表着我和如意的爱。如意，我们就快要见面了。别哭啊，我马上就和如意见面了，那是另一个旅途的开始，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。是啊，贤弟，既然罗哥非走不可，就让他开开心心的走吧。没错，让我开开心心的走，陪着我一起开心的走吧。让我们大笑一场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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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候到了，上法场。别让陆哥牵挂。好，我不哭，我不哭。大人，差不多了。行刑开始，监斩官验身。死囚夜明郑生武，监斩官宣斩。大人，陆秉章，临行之际，你可有遗言交代？老天爷，我现在要走了，求求你叫住如意，让他在黄泉路上走慢一点，等等我，好让我赶上他。陆秉章，陆秉章，陆哥，陆公子，好一个痴情汉。我就如你所愿。身为地方父母，却仗势欺人、欺压百姓，你或许骗得了人，但是你躲不过老天爷的惩罚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给我打死他们！打死他们！不是父母兄弟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们要斩的是我，不是他们。筷子手，还能被
在这干什么？给我站！陆明章，您放心的去，我们一定会替你平反的。陆哥，再见了。好兄弟，我们来生再见了。陆哥，你放心的去见如意吧。你们给我站！陆敏章呢？啊！下官朝阳郡太守潘建勖，恭迎中书大人。潘建勖。好久不见。中书大人怎么认识潘太守呢？赵定方跟我说过，他们以前是刑部的旧属。老师，或许是学生多虑，但是我担心他们官官相护啊。哎呀，你们放心啦，定方向我保证过，一定会秉公处理的。朝阳府郡太守潘介勖啊，定方兄，放肆公堂之上，岂容你直呼本座名讳？是，大人，你们可以放心了吧？潘太守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你当勤政爱民才是。本座却听说您在地方上弄权舞弊、贪赃枉法、胡作非为，甚而强掳人妻，据为己有，可有此事？大人，您所听说的均非事实啊！下官有幸受到圣上的恩宠，自从奉拜朝阳府以来，日以继夜，一切均以百姓的福祉为上啊，从来不敢有违朝廷使命。既然如此，陆秉章的事情你作何解释？回大人，此事说来话长，要从头说起。下官曾向得一女子如意，欲娶她为妻。就在下官迎娶如意之时，陆秉章他却将如意拐走。下官派了许多人千方百计才将下官的爱妻寻回，谁料陆明章他毫不仔细的竟然持械闯进官府成凶，逼下官交出如意。大人，所幸乌鸦乌龟众多，下官才得以性命，否则早已死于非命啊。你说谎，周师大人他说谎啊。大胆，本座在问话，闲杂人等不准打岔。哎，英台英台，稍该勿躁，让中书大人处理就是了嘛。陆秉章，刚刚潘太守所言是否属实？大人，我还以为原本论及婚嫁，无奈先父当时因故过世，按习俗百日不娶，三年之内不能论及婚嫁。为了进学求功名，我也只好暂时放下这桩婚事。没想到潘太守趁我求学之际要强娶如意为妻，如意走投无路，只好来投靠我。我们俩在那时候拜堂成了亲，有梁山伯朱云台为证了。这个我知道，老师在路上已经把所有的经过都告诉我。潘太守，陆秉章和如意已结为夫妻一事，你可知晓？大人，你千万不能听陆秉章一派胡言，这无果如意，
根本没有拜堂成亲这回事啊！如意不可能这么说的，如意根本不可能和你有婚嫁关系。你谁说的？陆秉章跟如意成亲的时候，我们都在场，我们都是证人。没错，他们之所以成亲，就是为了避免你的纠缠。哎，一派胡言，一派胡言！不准吵，不准吵！你们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现在唯一能够证明事实真相的，就是如意了。潘太守，如意现在人呢？太守想染指如意，如意不从，被他活活逼死了。啊！潘太守，这可是事实，你从实招来。回大人，谁说如意死了？如意到现在一直活着好好的呢。你说如意没死？姓潘的，你说什么？你说如意没死？没错，如意到现在一直都活着好好的。你说，你把人拿去，快把他叫出来！你说，把他叫出来！快点！潘太守，如意现在人在何处？快说呀！回大人，如意一直在下属的官邸内。不过大人请别急，大人千里迢迢来到朝阳府，一定累了，不妨先至驿馆休息。明儿个下官自会带如意到公堂上给大人问话。你把此案的卷子拿到驿馆来让我看看。至于陆秉章，先押回大牢，明日再审。殿堂。喂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原来如意还活着。就是啊，要不是中书大人及时赶上，陆秉章这条命就白白冤死了。对呀，银杏，这回真多亏了你。所以啊，你们通通都要感谢我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你们请，你们请。啊，来来来。哦，老师，中书大人。坐坐坐，老师您坐。哎，坐坐坐坐，你坐。老师坐。山伯英台，你们到底搞什么？如意明明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说他死了呢？我们也不知道啊，是陆秉章告诉我们如意死了。秉章被关糊涂了，你们两个也跟着糊涂啊。问题是，为什么陆秉章认为如意已经死了呢？一定是潘太守要让陆秉章死心，所以才骗他说如意死了。哼，这个潘太守真是狠毒，骗了陆秉章不够，还想将他问斩，这分明是要赶尽杀绝，实在太过分了。是啊，中书大人，像这种恶官一定要把他绳之以法，这官查办，否则苍天百姓都会遭殃的。潘太守果若如此，那真是朝廷的不幸。不过在事实真相未明了之前，我们还不能妄下定论。对方啊，依你所言，你不相信他们两个说的话喽？老师，学生当然相信，不过这个事实在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撑之前，这个事实只不过是个片面之词而已啊。说的也对，说的也对啊，这么一来一切就要看如意的了。老师请放心，只要如意真的没死，明天他一定会说出真相的。没错，只要如意没死的话，潘太守就算再能狡辩，也抵不过如意的一句实话。也希望如此，否则以目前的情势看起来，对我们很不利。啊，老师，你们聊，学生还回驿馆看卷子。你忙啊，你忙，那请。丁芳啊，这次辛苦你了。哪里，这是学生该做的，到此。好好好。中书大人权高位重，对老师还如此尊敬，真是难得啊。这都是为师教的好嘛。
人来了没有？韦大人，人已经在里头了。不准任何人进来。是。大人，潘介旭下了公堂，你我兄弟就别再客套了。鼎方兄啊，方才你可真把小弟我给吓坏了。哎，什么时候升的官啊？哎，怎么也不通知兄弟一声呢？哎，不过是个四品的中书侍郎，还有的混呐、啊！哎呀呀呀，四品官还不够呛啊，那再往上就得当丞相喽！托福，托福。哎，冷面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案子的卷责吗？哦，丁方兄，这东西那比卷责更好啊。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不是为了那个陆秉章，他死缠烂打的非要跟我争如意。哼，这小子也不称称自己有多少斤两重，你何必跟他争？凭你堂堂的郡太守，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呢？哎，丁方兄，您这句话那可就说中了要点了。就凭我堂堂一个郡太守，如果连一个女人，一个陆秉章那都没有办法搞定，我还混什么呢？嗯，说的也是，不过现在事情既然到了我的头上，潘介旭，你多少要卖我个面子啊。那当然，小弟一定会让丁方兄满意。话虽如此说，但模样可要做出来。明天如意上公堂，你可有把握？啊，丁方兄尽管审案，小弟这儿自然会有对策。做漂亮一点，别让人家抓到了把柄。放心放心，明儿在公堂上，小弟自然有办法让那个女人乖乖的听话。如意，我真的想要干什么你躲得过吗？你纵使得到我，也只不过是你死身。好一个贞洁烈女啊，我就是喜欢你这种脾气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强迫你，我会让你心甘情愿主动跟着。你做梦！我这辈子已经是陆秉章的人，谁也别想把我和他分开。陆秉章，他现在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陆哥，他已经斩了他。没错，我是想斩他，不过他命大，有人救他。现在是谁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不要以为我会这样的就轻易放了。你这恶魔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或许吧，但是你放心啊，绝对不会是现在，因为我还没玩够的。老面，是，把人拖进来。是，他潘太守，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到底要整我们整到什么时候你才肯放手？那就得看你的表现了。
只要你乖乖的听话，说不定我会大发慈悲的放过陆秉章和你老子一命。哎呀，爹，爹，爹！哎哎哎传如意。想了飘去。